好，下一题，类似啊，类似啊，还是说啰嗦一点，两库仑电场，你也不要管什么叫电场啦，反正就是，然后 A 点要从 A 到 B 要做功10焦耳，从 B 到 C 要做功20焦耳，请问你 B 的电位差 ，B C 的电位差，如果 A 当作0，跟 B 跟 C 为多少？一样，带刚才的公式1等于 QV delta 1等于 Q delta V， 停车站借问 ，B 跟 A 之间差几伏特嘞？可爱小女生，可爱小女生，五百五十三，十三号，李工长，五啊，你知不知道谁的？不晓得哦，你只会算我不知道谁的，这不是很惨吗？一 B 减一 A 等于 QVB 减 VA， 第二台一等于 Q， 第二台 V。然后呢，说重功10焦耳，两库仑，第二台 V， 所以五伏特。B 减 A 是正五，表谁大 ？B 比较大 ，A 比较小。高电位高位能，低电位低位能，对，正电是这样，高电位高位能，低电位低位能。OK， 好。那请问你 BC 差瓦贼的跟刚才比照办理就好了，基本上完全一样，除了数字不一样之外，其他都相同。可爱大帅哥26，26睡着了，26不要理他。29睡着了，29也不要理他。3131，泰亨大哥，我的可爱泰亨，对我很好的泰亨大哥，快点，多少啊？十，请坐下，十伏特，跟刚才一样，一等于 QV， 调查一等于 Q， 调查 V， 数字往里面带，算出来十伏特 ，C 减 B 是十，所以 C 大 B 小 ，OK， 好，这样定完之后。你知道这是相差多少，可是不知道它确实多少。要知道确实多少，要定个零点，我就把 A 当作零，那么 B 会多大 ，C 会多大？这很简单啊，小 C 装啊，可爱小女生 ，B 多大 ，C 多大？女生五十二，十二，我小老师大人嘛，十二。小子弹，谁五啊？有个 B 跟 C 耶 ，B 是五，要十嘞，那个 C 嘞？十五啊，十啊，十五啊，十五啊，要不觉得十比较好一点？不要，五四三二一，十好还是十五好？十五好，请坐，十，第五个。刚讲过吗 ？B 一 B 减一 A，V B 减 V A 啊，然后你就这样带啊，就算是五伏特啊，然后再做一次啊，然后现在减的是 V B 啊 ，V C 减 V B 啊，然后呢就差十，相差十伏特，基准是五，所以我变成十五，这就是练习零五一样，带公式一等于 Q V 就可以解决了。下一题，类似题，现在变成放动能，不是做功哦。我们说从高位能跑到低位能，位能会变成什么？动能，对不对？所以动能增加40焦耳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位能减少40焦耳 ，OK 吗？然后告诉你说 A 的比较低哦 ，B 比较高哦，所以谁减谁正，谁减谁负啊？那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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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OK。那请问你哇追嘞多少呢？第一个电性正电负电，第二个电量，电量是多少？比如正二库仑负十库仑 ，OK， 哇追嘞，停车站借问，可爱大帅哥，帅哥五百五，二倍，二十二，凯龙大哥。负二库仑哦，你说，你答案叫负二。
好，一样 VB,EB 减 EA 等于 QVB 减 VA， 他已经告诉你的电位 D20,A 比 B 低，所以 B 减 A 是正的。然后呢，放出来会增加动能40焦耳 ,A 大于动能加的位能会减少，所以是负40，所以算下就是负二库仑，就这样，简单小事情 ,OK。那这样呢，如果从等速，等速就是外力要做功，外力做功抵抗电力抵抗重力，就变成电位能或者是什么重力位能，跟刚才对照出来比起来就知道了。那请问你这时候电性跟电量，哇塞嘞，停车站借问可爱大美女二号子杰大美女，你攻上三了，正三了，正三，请坐，你答案叫做正三，一样往里面带 ，EB 减 EA 等于 QVB 减 VA， 然后呢，叫做正攻就表示 B 比 A 大。所以60 Q 不知道，然后呢电位比较低，所以 B 减 A 正的20，所以算就是三库仑。我们花了很多时间算了一个到目前为止大考试没有考的题目，叫做E等于 QV。 那你请你记得会运用就可以了，这就是我们有关于我们所做的各个练习 OK。